好的，下一位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马敬农，要改造农农 Roger 老师。我怎么现在开始已经有张宇的心情？看到没？一个下去我就开始。后面的大家要加油、啊。你不要哭，我看你的眼睛已经在闪闪发亮了。突然觉得好像看他们这样子下去有一点不舍，就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做它。后面的人加油了。好，要加油。那农农的改造，他有没有很抗拒？还是就是不会耶？农农，我倒觉得他胖胖的很可爱。那有很多，其实，在国外有很多的歌手，他们的体型都是这样的，比较丰腴，然后看起来很甜美。那我觉得甜美是她最大的特色，而且她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女生。所以我就没有要求她要去减肥，我也没有要求她要怎么样，就顺着她的样子去做。看一下过去的马敬农的照片，哇，她居然敢把17岁130公斤的照片放出来，这张其实是小胖老师你男扮女装吧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3秒钟预备备，3、2、1，全新的马敬农。下段节目，曾志豪全心投入，唱出动人好歌。我觉得整个起伏，然后你有在这个歌曲的情境当中，我觉得这是以前我比较没有看到的。改造后的曾志豪不仅外形更加亮眼，舞台上表现也更有自信了。他今天能顺利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3秒钟预备备，3、2、1，全新的马敬农。很惊讶，很惊讶。对，我们才惊讶呢，你居然敢把17岁130公斤放上来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决心？就觉得瘦下来真好。好，有信心了。今天带来什么歌？今天带来李玟的 So Crazy。 哎呦，掌声欢迎马敬农的演唱。黄大炜老师，我很少在这种歌曲里面听，不管是录音的还是现场的，就是有那么好的节奏感的一回事。我特别喜欢他有好几句那个慢下来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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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东西，我觉得特别用中文很难表达，他表达的非常非常好。所以我觉得对这首歌来说，我得到的是一个新鲜的一个版本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。谢谢。好，不错哦。能不能过关，请评审按灯。马敬农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分。过关，过关！哇，来 ，Roger 老师给他一个拥抱啊！恭喜，太棒了！要恭喜你过关啦！谢谢。好，在这边也谢谢我们的 Roger 老师，谢谢农农过关。谢谢。